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，我们必须与万物同生共存。我们需要自然界，特别是那些看似荒野、实为家园的地方。正是这些地方诞生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，正是这些地方成为万物生灵的伊甸园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庇护着我们子子孙孙赖以生存的那些洞天福地。